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:0下半卡时流水一挂零，首日超专科限9小时，人生含金量依旧很高。5:1到5:2卡时确定离月混池新消息，5:3火神加后台冰盾少女登场，元神纳塔5:1版本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同时5:1版本的前瞻直播也终于要来了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5:1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，预计在9/27日的晚上7:30左右和大家见面。当然了，300原石兑换码是少不了的，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:1 到 5: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其中 5: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已经官宣，就不多说了。复刻角色的话，经历了多个版本的反转，目前看来基本上也算是确定了。上半卡池是希诺宁、千之，下半是纳西达、胡桃。 5:2 卡池是恰斯卡、温迪、流浪者、仆人，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，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。而说起后续的 5:3 版本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还是非常香的。首先就是 5:3 卡池火神马威卡的登场，其次粉毛五星法器少女也会在 5:3 卡池登场。 5:3 卡池火神的登场也就意味着钟离起码 5:4 及后续卡池才能登场了。 5: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据说还会开启第二期离月混池，入池角色的话还是之前提到的甘雨、克勤、七七、公子、胡桃等角色，钟离、叶兰则大概率不入池，毕竟强度摆在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火神的机制定位据说是五星卡奇纳，挂火频率低，和雷神差不多，大概率是个前台 C。欠特拉力的话，之前提到是后台挂冰加护盾的机制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。上图是截止到目前 5:1 下半卡池首日流水的数据图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本期卡池的首日流水数据对比上一期来看，差距不是太大，也算是中规中矩。不过毕竟是某卖的数据，大家看看就好，具体还得以实际榜单的排行为准。然后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卡池超某音的数据了，如图所示。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，本期卡池流水已经有超专科限9小时的成绩了，成绩也还算可以。而说起本期卡池角色抽取出货的情况也终于来了，截止到目前一共是出货了4063只基尼奇、1686只雷电将军，两个角色抽取的比例在 2.4:1 左右，其中雷电将军作为复刻多次的角色，依然有这样的成绩，含金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专武抽取的话，基尼奇专武一共出货了1531把，雷神专武一共出货了1098把，抽取比例在 1.4:1 左右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本期卡池首日角色武器出货的详细情况了。具体看上图，其中外道最多的角色是克勤，其次是迪西亚、迪卢克、莫娜等角色。四星角色中出货最多的是九条沙罗，其次是托马、夏沃雷，果然强力四星抽取出货低也已经是常态。最后就是元神在各国及地区的排名情况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整体排名还不错，目前日服排名较高，目前排名第二，韩服排名第九，国服的话目前